窗户在水面下，2公尺，然后窗户是0.6×0.6的一个方块。好的，他问你说，它的合力是多少？施力点在哪里？很无聊的题目，对吧？但是你将来要设计的时候，这边要用铆钉把它固定起来，这些铆钉就要能够承受这些力啊。我们在做材料力学分析的时候，这就要知道的一些讯息。好的，我们来看看，以这个面而言，这点压力是多少？我们先不管空气，好不好？先不管空气，所以我们以这个而言，它是一个线性，对，它是线性。好的，可是这空气里面有没有压力？有，而且这个压力它会让所有地方都感受到它的存在。你在这里的时候会不会感受到这压力？会，所以它的压力是一个常数。这是50的千 Pascal。所以这一个平面上所遭受的，除了有当初的三角形，再加上65千，所以这个才是我平板上所遭受的压力分布。我们来试试看哈，所以我把这个窗户平板上所遭受的压力啊分开，所以这是我的窗户侧面遭受的是一个梯形。这一部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四面八方都可以感受到的50千 Pascal， 这一段呢是这里 Rho G 二 Rho G 二，然后这一段呢 Rho， 其实各位同学这应该知道Rho G 0.6啊，高度啊。好的，我们开始做手术分析分割，反正力都是可以分割的。这个可不可以相当于一个平板遭受同样的力？这个力多大？50千加Rho G 2，记得啊，50要乘上1000，也是 kPascal， 然后加上三角形，我的比例可能不太对，没有关系啊，这个是 Rho G 0.6，这个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为合力？阿弥，而且这两个是一样的，0.3×0.3，这个是多大？50千加 Rho G 二乘上面积是0.6的平方。然后这个呢，会变成为1×2×3×FR2，FR2 等于多少呢？
row 基乘上它的质量中心的深度 0.3 乘上面积 0.6 的平方，然后这地方呢是 0.2 0.44 那么它都是在这个势力点都是在这个地方的中心，所以我们这个就不要管它的这个 XR， 我们只求它的 YR， 因为它是中心线。好的，请问它会不会造成这个墙、这个窗户一个力矩？会。我现在举个例好了，假设这个窗户，这不是我们题目啊，我们的窗户只要这样打开，这样打开，假设这两边是你可以做选择的。转轴，你要选上面还是下面？就是你要转轴，你是要把它的 hinge 放在这里呢，还是 hinge 放在这里？上面还是下面？上。放上面的话，你的 star 就放在这里，对吧？现在合力，我这还没做完哈，会不会相当于一个平板，然后有一个合力，这个合力叫做 FR1 加 FR2， 可以吧？力的平衡嘛，我现在还没有装任何的转距，所以转距上没有力，没有转距啊。然后这距离多少呢？来，这边两个所造成的力矩的和是不是要等于这个力矩？所以 FR1 乘上 0.3 这是假设我们以这个做，这个再加上 FR2 乘上 0.2 要等于 FR1 加 FR2， 这个合力嘛，乘上一段不知道的距离，乘上一个不知道的 X，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求出来？ OK， 就相当于一个合力然后一个势力点。 OK， 这是我能够找到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分析。好吧，找一个下方啊，找一个下方就会知道，我可以变成一个合力了，我就不要有两个了，一个合力，那我势力点我也得知道，所以这边完全就是力跟力矩的平衡。我们知道一个静止物必须要力跟力矩的平衡，光一个不行，我们再多做几个又熟悉了。我是哎，那里面装水干嘛要试？啊？里面装水？我没有要打开，我刚只是突然想，我们要打开怎么办？啊？我现在不想打开了。我们要做个题目，对吧？这样很无趣的，里面那个水都是死的。对。反正我有一个箱子，这里面装的水。然后这边我装一个门，这个门呢是我的转轴，是我的水面。这边我加压到5000 Pascal， 然后我的门可以这样打开，
好的，这是我题目，这是我一个加压的箱子，然后这边是我的水面，然后这个侧边呢，我这边这是我的一个转门，门的转轴在这里，所以门可以这样打开。那你这样不动它的话，它就砰打开了，它就打开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想办法，我把门给固定住，不要打开，我就要给它一个指头，给它一个力量。这个力量要最省力的话，当然要最大的力臂，所以这是我的 F， 我的固定力。请问固定力要多大？好的，我们把这个门给它拿出来，我们看它有什么力量。首先，它会遭受5000 Pascal， 任何地方都有5000 Pascal 的压力，这个是大家都感受到的。然后从这一点，它会有一个线性的压力分布，它这段呢是 Rho G B， 高度啊，所以这可以分解成为，首先三角形的以及1/3的关系，这个呢，因为它是单独，它是 uniform flow， 所以呢，固定在中间 ，Fr 2/1 Fr1 等于多少？来，我们的口诀 ，Rho G 这个三角这个面的什么中心？质量中心。1/2 乘上面积为背景上面，然后这距离是多少？1/3，然后这个呢就觉得简单了，5000，然后乘上什么？乘上它的面积乘上背，这是50乘上1000的话，好的，这个多少呢？1/2。所以我可以把它成为一个单独的力，成为 Fr， 这个距离怎样？怎么求这个怎样的这个距离？来 ，Fr 乘上这个不知道，我称之为。L 好了，要等于这个的力矩 ，Fr1 乘上1/3 b 加 Fr2 乘上2/2 b， 就把这个求出来。Fr 等于什么 ？Fr1 加 ，OK。没有说完呢，我还问题是，请问我这边要多少力可以把我门关起来？那这个是不是要等于？反正都是在上面的力矩嘛，等于什么 ？F 比乘上多少 ？B， 我的 F 是不是求出来了？所以这一步其实你不用做，你直接用这两个加起来就好。这一步你不必做，就是。合成为一个，这其实不必的。
而且这个可能是错误的，因为我现在有，对对对，对不起各位啊，我收回刚刚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，没有那么简单，爱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来，请问 f 是不是等于 fr1 加 fr2？不是哦，你算算看，因为还有一个力存在哪里？这上面，要小心哦，这上面还有一个力哦。啊，所以考试的我家问你说这上面有多少的力，你就比较 F 跟 FR1、FR2。哎，假设 F 是比较小的话，请问它的力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假设 F 比较大的话，它力在哪里？力在这里。啊，刚才我做这些这个，把它忘掉了，我刚一时失神啊。人有失神，马有乱蹄，哪有吃芝麻不掉烧饼，对不对？有条烧饼条丝。对呀、啊，你吃芝麻都掉烧饼了。老师，让我们可以理解成，首先求出来 FR1 和 FR2， 然后主要求的是 F， 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个转轴的那个力，然后我就直接在转轴那块地球整个核心的力学后会去求力矩，因为它整个系统的力矩，对，我就是力矩，现在是力矩。然后因为我不知道转轴那个力，但是我在那里求力矩的话，它那个力的大小是一个结果，不一样，所以说我就可以直接把那三个力求在这个结果点求进去，就可以直接得到 R。也是，这也是。对。